算是找到个热闹地儿了，啊，哎，嘿，嗯，好香啊！我要！您看，怎么跑，这几天光顾着赶路。真是没好好吃过一顿饱饭。这位客官，看来您可饿得不轻啊！那龙门镇第一美食烧酱风味点心，您可一定不要错过啊！来来来，不好吃不要钱哦。Darling， 这种乡下面团 too bad， 还是来尝尝 Sophia 的。爱心料理吧。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中华料理可不像洋快餐那么没有技术含量，今天就让客官您开开眼，见识下真正的功夫料理绝技。小 kiss， 为 pick 取好了，别在这里献丑。哼！可恶，你到底是卖菜还是卖肉？接招吧！好浪费啊，都没法吃了。天无绝人之路，玩真格的。Yeah!
行了，好饿呀。嗯，简直还差一点点。啊，这两个人真的是做生意的吗？我看是开黑店的。你别在这小啰嗦。太好吃了。